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星穹铁道出发旗舰路已完结，活动攻略 2.4 版活动出发剑侠祭祀出发剑客行魑魅王两密本奇谈万应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第二次事件最终事件。本姑娘要上了，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吧。我还我要打石，想听听你的建议。嗯，不错。今天也是收获不少啊，这是。今天会本姑娘要上了，该怎么做才好呢？有点意思。今天是第一次考，按日程规划来看，今天是有考试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左青龙，右白虎，小鸡看水换分物，开张！